everything NVIDIA does begins, our partners and ourselves take it to the world.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has created the world's AI infrastructure.回答执行长黄仁勋，台大演讲真情流露，除了强调台湾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，感谢供应链伙伴相挺，整场演讲更十多次点名台湾。台湾是无名的英雄，确实世界的支柱，一起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，科技的卓越，勤奋与齐心合力的精神是你的超能力，没有你，我们的愿景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。AI 仿生介绍自家产品 ，AI 版与本尊版黄仁勋全程金句不断，告诉大家他对台湾的感情。演讲中说台湾是世界的支柱，让台下听众跟网友都直呼很感动。台湾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个愿景，在这条漫长的路上，无数的伙伴支持着我们。感性告白紧抓观众眼球和耳朵，但更大的彩蛋还在后头。谢谢你，台湾，让我们继续为这段 AI 创新之旅打造一个成功和繁荣的产业。演说背板一口气秀出所有合作伙伴，台湾被放在 C 位紧密环绕，作为震撼的结尾，这一幕让网友直呼起鸡皮疙瘩，无限力挺台湾的精神引发共鸣。三选蔡宇哲，科学讯台北，请报道。